久很久以前，完美世界的女神默默被大主宰的魔咒囚禁在了守备森严的环城，只有世上最英勇的战士才能救她重获自由。消息传来，群雄闻风而动，女神之战危机重重。世纪大混战中，宇宙第一帅的吃火锅王子诸侯脱颖而出，鸡鸭鱼肉吃喝间轻敌灰飞烟灭。凭借着超一流吃货吞噬星空的能力，诸侯舞动乾坤，斗破苍穹，终于闯入玄界之门。然而所有竞争者都被黑暗力量迷失心智，成了行尸走肉。只有诸侯，他斩妖除魔，终于打破魔咒救出公主，他独步天下的霸道也赢得了女神的芳心。这就是我诸侯留给人类的传说。朱先生，朱王子，朱王子，醒醒吧，时间不多了。准备好了，上翅膀。这什么？胸襟。求爱神器，男女同吃。这个胶水特别的牢，硬撕的话，3年之内寸毛不生。什么寸毛不生？你看我说吧。谁电话响啊？好像是我的。木木，来救！哎，木木，什么？买完了？这么快？不是我太快，是你上洗手间太久了，我新买的裙子都换上了。哦，好，那这样，咱俩去那个一楼大堂见。我马上下去啊。好，那你快点啊，这条裙子是5550。没有时间了，大家都起来，时间不多了。报告报告，目标进入电梯，切换到满载模式，防止任何人进入电梯。咱们到那边看。现在所有的人立刻专程到楼上，快快快！大甜甜，我刚在专柜看过了，我这条裙子5500。百五，真的特别的值。撞衫了，买 A 货的人还真多。不是吧，才两个人就想了？我进来的时候没有超载。怎么可能呢，我最近一直都在减肥，很有成效的。你看，你一个人也超重了。我就说我减肥，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声音？哎，好了好了，美女美女，好了，你进来吧，不想了。啊，我想起来还有东西要买，你先走吧。这鬼手密度还挺大，但人家好歹也是女神呢。神嘛，你看嘛，同款的裙子，同款的床房。
车和白马都有了，现在就差一个王子了吧。王子，快用手中的爱神之剑射穿女神的心吧。当你穿越时空飞落在默默小姐面前的时候，天空花球里99999片玫瑰花瓣会飘洒下来，浪漫无敌。我是不是射早了？射早了！不，快点采取不不久之时，射早了！我花落过敏，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我的妈呀，腿都软了。你这爱情的眩晕，这是多巴胺的神秘效力，你的女神就在下面等着你，去吧。哥还疼吗？萧剑君，干嘛我没死送什么菊花呀、啊、你？闲的。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以形补形。你怎么这么欠儿？啊，真是！哦，不行，别太矮了，快垫上。你这就叫做自作自受，知道吗？说认真的啊，你赶紧跟咱妈要点医药费、营养费，我觉得1000万就够了。你不是设计了一个 APP 项目吗？现在就可以干起来了。不行啊。这事儿一定不要让我妈知道，我住院钱都是我提现交的，我妈会查我信用卡的。可是话说，求爱一日那30万你什么时候还我呀？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每个月还你3万，这样我妈就看不出任何问题了。跟妈她查你查的确实有点紧。哎呀，你妈电话，挂。喂。哎，干妈，哎，我是建军啊。他手机怎么总是关机啊？朱侯电话关机？对，他呀是去参加一个潜艇深海旅游项目去了，海底没信号吧？这孩子啊，我得走了。建军，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又胡闹去了？您放心，朱侯最近没胡闹，他一直在开发一个 APP 项目。您抽空跟他聊聊吧。您没素质。来，你没滚啊？来，回来站好了，快帮我挠挠痒。哎，痒死了！这变态什么意思？你想不想要钱了？想要钱就快点帮我挠挠。他怎么知道我来要钱？愣着干嘛呢？想拿到钱就得能屈能伸。太过分了。算了，心胸宽广一点吧。挠啊，痒死了！快，等着呢。你往下点，啊，就是，直接，对，别停，用，啊，爽吗？我，鬼啊！你看我。
我这个大美女被你的花粉弄到严重过敏，现在我妈都认不出我来我了，你告诉我我是什么鬼？就是你把我胸肌给撕了，把我踹身脸给毁了。不，你来这干嘛呀你？裙子5500，还有医疗费、误工费，24300，不让价，给钱。24300？你知道我踹身脸花多少钱吗？光鲜花就20000多，还铁着脸问我来要钱？赶快走啊，不然叫保安了，立刻马上。你是要叫保安还是要叫保姆啊？叫保安怎么了？你以为你插双翅膀你就是个天使啊？你明明趴在这就是个癞蛤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青蛙王子啊？你看看你穿的尿不湿，你还好意思你要去求爸呀？我这不是尿不湿。那什么？成人尿，不湿。啊，你都开始用成人用品了，你妈知道吗？妈宝。我警告你不要叫我妈宝，最讨厌这个词了啊。妈宝。你再说一遍。宝。妈宝妈宝。再给我说一遍。你牛逼，我走。妈宝。我告诉你，跟着我也没有用的，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你现在是想耍赖吗？是不是你的存款都在你妈妈那儿啊，小妈宝？我警告你不要叫我妈宝了，我有的是钱，我给你看。那没钱了。那金卡10万的，白金卡25万的，黑卡没见过，你屌丝女楼卡，我不会给你钱，做梦吧你。干嘛？要打我是吧？来来，你直接打来，你能啊？这不是你邀请我的，干什么？给我干什么？给我，给我，起开！给我，快过来！卡住了，什么卡住了？你取开！卡住了，卡拉链上了。给我取开！哎，不要动！哎，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我告诉你，这个缠住了，你看。朱侯，我今天来是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说啊。我不。这里有花粉，你小心二次过敏。今天拿不到钱，我不走，这是我最后极限。走走走走。干嘛？走啊！不走，不走，我不走，我拿不到钱，不走。我替他赔吧。好。不可以的，默默，你不可以这么善良被骗的。你疯了你！找你！谢谢你啊，24300块，人真好，总长。信号不太好，我去窗户那边。朱侯，嗯，你先坐下吧。我还是站着比较好。那我就直说了。嗯，在我去加拿大当交换生的时候，我认识了你。你从加拿大一直追到北京，这3个月以来，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真的非常感动。终于打动了女神的心。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你的跳楼表白，也让我彻底看清了你。一个成熟的男人是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儿的，你还是个小孩，所以我不再犹豫了，我决定离开你。爷爷，白宝，太棒了！别的意思啊，支付宝转账到了，谢谢你啊，美女。好人总有好报，山水总会相逢。那么就此谢过，大家不送。嗯，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你不想做朋友，我们还可以做路人。谢谢你这三个月来对我的照顾，这两万块钱就不用还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去找我。什么没完了？先生，您该续费了。大哥，给我叫出来。您已经三天没有交住院费了，按照医院规定，你必须立刻出院。什么都没有，苍天啊，你还能让我更早一点吗？啊！太欺负人了。嫂子，我把钱给你汇过去了，24300块。今天最够期限了，再不缴费，贝尔眼睛手术都做不了了啊！楠楠回来了，你回来了，我可高兴了，因为我脸皮厚，把姥姥手术费都凑齐了。哎，你脸没事了吧你？没事，哪个跟你一样。拜拜。刚给你们做看了，我这怎么看这么快？哎，叔叔，阿姨。楠楠，我给你煮的红豆水消肿的，你多喝点啊。谢谢王阿姨。我接孩子去。好，谢谢王阿姨。几天没写出东西了，已经弄丢了一个大火，损失20000多。如果今天你的小说再断更，你就死定了。我知道啊，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吃过敏药，根本就没有办法提起精神来写更文。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作为你的编辑，我只能提醒你，现在不玩命拼下去，将来连玩命的机会都没有了。愿不愿听啊？知道了，我一定会玩命的。挂了。姥姥，我一定会努力的，你也要快点恢复。天仙楠楠挺身而出，阻止生灵涂炭，没想到邪魔诸侯使出摩天轮花雨，楠楠顿时肿成了猪脸，诸侯怒露凶光，显出原形，他竟然是一只骑着猪的大马猴。天仙楠楠使出飞天一剑，爆开了他的菊花。
停啊！啊！啊！谁呀？谁这么劝德啊？这没公德心真的是够！王姐、啊。唐丹丹，啊！冤家路窄！唐丹丹，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的天哪，不就因为五毛钱吗？至于这么拼命吗？姑娘，提动碰瓷儿了，小心他赖上你。不是我撞的，真的不是我撞的，你放手。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是我周恒。我的天，哎，你慢点。什么叫数字记忆障碍症啊？你骗人的吧？每个人都有数字记忆障碍，只不过我呢比较严重一点，三位数以上我就记不得了，所以我把所有密码账号全写在本上，可本呢和电话一起弄丢了。金卡十万的，白金卡25万的，黑卡没见过吧？你叫四女都看。你那叫智障，你不识数对吧？什么智障？出生习惯记忆问题。你该不是连你家都记不住了吧？干什么？我是业主。我不是输出密码了吗？我不就忘了密码了吗？忘了密码怎么了？啊！我真的是业主啊！你说你现在家也回不去了，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都暂时办不了，有没有什么好基友可以投靠一下？有一个好基友肖建军去巴西练习不行了。啊，差不多。你说你这应该好好对我，你真的不知道我这周是咋过的。哦，真是，说好的惨死了。哎，走走走走，这里灰大，这里灰大。啊，以后打算怎么办啊？肖逸君回来之前，我先回不去家了，应该是。不过你这儿，还是不错的。不行，这些天受了风寒，头也痛。病也痛的，哪哪都不对劲儿。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不走，你出不出去？我不出。你凭什么不出去？这是我家。我出去了。我保证啊！今晚。先放过你一马，只有今晚。好啊。是床舒服，我好几天没睡了，真是太爽。丢人！丢神！丢女神！全都是你害的！哇！不吹不解气。嗯，冠权怎么了？菊花发芽了。你根本体会不到坐下的感觉有多好。哎，走光了，快走光了。这是我唯一得过的比赛二等奖，你居然拿它垫屁股。这什么比赛？送床上用品？你这职业真够让人浮想联翩的。这是枕边故事夜话大赛的二等奖。自己都舍不得摸一下，你居然拿来垫屁股。哦，这么重要。
坏了刚才麦云珠放了个屁在上面。文是我们还挺选文呢。让你睡在我家也就算了，我自己睡在客厅，你还这样对我？拿个粑粑你。呀，你是写书的呀？怎么起的书名这么土？啊！啊，你说有点用啊，不错。每一次吸气都试着让臀部更加的向上去吸引，呼气时让身体更加的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也姓朱，你这么说人家多不好。你说的什么人呢？这是谁呀？好练功。2980。唐楠楠，你这样挺没意思的啊！以猴哥的理论来说，女人可以穷可以丑，但一定不能又穷又丑，还不上进。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啊？花你妈的钱，住你妈的房，开你妈的车，贴你妈的什么高级瓷砖，就为了有高品质的回应？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我还有生病姥姥要照顾，你以为谁都可以花你妈的钱？妈宝。没法忍了，沈哥，滚！滚！你干什么？不对，别让你进去，你爷爷刚在吗？不行，太酷了！行行行，啊！等等等等啊！你有病啊你！熊猫子呀，抓人！你再让我养养！你怎么了，唐楠楠啊？你有困到那个程度吗？吃饭没品质，穿衣没品位，就剩下品格了。三品没两品，你有意思吗？活的？你知道邻居老奶奶怎么说你吗？这姑娘太可怜了啊！再怎么可怜，也不用你可怜我吧？我穿的是地摊货，你看看你穿的，你看看，全是你赠品，还好意思说我？你也真的是……我这名怎么了？这名有故事啊？你地摊货啊？啊啊，有什么故事啊？啊啊！不对啊，他们呢？你连2000多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怎么会买5500的衣服？啊啊！说啊！你不是只记得三位数吗？5550是四位数，好不好？你肯定记错了，你赶紧去捡菜去。唐楠楠，你给我回来！你回来！我朱红，你听我解释啊！你看，我就要看看你买什么5500的衣服。哪个？
啊，这个是吧？这个可能什么牌子五千五，跟你能？六十块地摊货，你要我五千五？这不是地摊货，这是高仿，高。唐楠楠，如果拿别人手短的话，你现在早就高位截肢了，你知道吗？我承认是我做错了，但是因为过敏导致我丢了一单大单子，所以我又特别需要钱，我没办法。我对你也挺惭愧的，所以我才让你留下来。这些钱就当是我欠你的好了，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哎，如果你是我，你会相信你现在说的话吗？你也甭以后了，现在吧，把钱还我。反正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没有钱，自己看着办。耍无赖是吧？你这回就……干什么？你！我学过女子防身术的，你休想尖酸！你给我走开！喂，你怎么想这么美啊？劫色！劫色！不还钱，别想出来啊！这娃怎么睡了？他平时哦，腰疼死，要去厕所 ，WC。电话掉了，那个编辑大甜甜给来电话了，怎么又来催稿？喂，亲爱的，唐楠楠啊，你说，你在玩吧？啊，没有，我现在在码字呢。你听，巅峰笔会去不去？卖货出版社的巅峰笔会。是啊，我这种小透明也能参加吗？我可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替你搞到这个名额。我现在啊，就风驰电掣赶上你这里。你准备好之后，马上给我出发。记住，一切为了书号，一切为了书号。哎，师傅，你快点，再快点。什么事这么兴奋啊？这个笔会很重要吗？这是网文界的大神才能参加的巅峰笔会。要不就我这件事会因为这次笔会发起个大的改写。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不还钱，别想出门，别想改变人生。你以为我会就这么轻易的束手就擒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才说抢钥匙。抢钥匙又怎么样？门是开的。我烦死我了，刚才。所以我不会这么轻易给你的。把钥匙给我。不可能。把钥匙给我。不要逼我，再逼我就放到这里。给我。什么？你别出来！哎呦，反应了。别人怎么用你们家钥匙？废话，我一个独居女人，要是不把备用钥匙给紧急联系人，我死了都没人知道。牛姐是这样的，他只是把钥匙塞到里面，然后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我来的不是时间，哦，但是你们可以当我不存在呀。继续啊，不用客气啊，继续。姐是你朋友，哎，他来了。怪不得你不让我做，你果然有私房钱啊！这是为了紧急情况准备的信用卡，透支给你用的，省着点花。一手交卡，一手交钥匙。哇，我们刚刚往前走了，这真是网文界的奥斯卡文坛大神们的乐园。咱们要不回去吧？怕什么？不有我呢吗？哎呦！月关管平朝，红娘子高楼大厦妹妹猫，盛极楚西刀。
李宝装情阴阳眼，全都来了，网文界大神全都来了。马主编好，马薇来了，马主编好，这就是马薇薇，马主编一直卡着你说话的那个，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一定要把他给伺候好了。感谢各位捧场。你是马屁精，记住啊，你是马屁精，你不是马屁精，我是马屁精，我是马屁精，我是马屁。上上上上。马主编，下午的稿费都已经寄过来了。哎，马屁精你好，马屁精你好，我是马。对不起，马主编你好，我是马屁精。微微，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月关老师，平朝兄，感谢二位来捧场，太感谢，太感谢。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多见谅哦。你干嘛一直给我打电话？我现在有要紧的马屁要拍，你别打扰我工作，行吗？挂了。等等，别挂。唐楠楠，把你照片发过来。什么照片啊？我要你前凸后翘凹造型那张。那张照片我早都已经删了。你要那张照片干嘛？你就摆一个 S 造型拍给我，我求求你了。我要在这儿摆 S 造型的照片，你疯了？不拍是吧？那我就把你信用卡给刷爆了。你等一下。粉丝和读者拥戴，最终。哎，不好意思，帮我拍张照片，谢谢。好的。我们这个笔会。我们经常说，文字看山不喜平平平平。这个写文章呢，就是曲线要凹凸，这个故事主线要曲折动人，才能够吸引男性的目，才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还能长久不朽。哦。爸，不对呀、啊。什么不对呀、啊？实话告诉你啊，我用你身体做的密码。啊？用我的身体做密码是什么意思？你好。信用卡激活成功，初次使用请提供六位数消费密码。六位数啊，三位数行不行？我记不住六位的。不可以的先生，必须六位。六位数，为什么六位数啊？奇怪。我妈是开内衣公司的，看照片我就知道一个人的三围是多少。我怕记不住密码，所以用你的三围做了参考。可刚才我看照片出密码还是不对。最后迎接你们的一定是90 60 90。掌声。啊，多少？爸，来，我听不清楚，你太吵了，你们大点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你听清楚了，我的三围是90 60 90。我今天没有穿胸衣，所以我的胸围是89 89 89。我有贴胸贴。U 型的，原来没穿胸衣呢。马主编，马主编，刚才对不起，我手机已经关机了。你的个人风格过于突出，不太适合我们出版社少年派小清新的风格，跪安吧。那我今天不揍死你，揍不死你我就拿皮封死你。朱红 ，Welcome， 出来。Welcome back, baby。你又搞什么？班门关上。凭什么要听你的呀？这是我家。会进蚊子的。等把门关上，我再收拾。穿它吧 ，It belongs to you。这真是买给我的呀？不仅仅是它 ，Follow me。
喜欢吗？真皮的呀！知道你要睡沙发，我特意选了一个好睡的给你。谁会喜欢睡沙发呀？还不是因为你把我床占了，我才到这儿来睡的。要不把这个权利让给你？你是第一次对我这么客气。多少钱呀？没多少钱，我知道你消费能力，所以我选都是特别便宜的。你知道我也记不住数字的。好，那我开机自己查。被感动了，我知道我很暖，我常容易感动人的。不过你不要哭，你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办呢。答应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2万块钱信用卡现在剩下3.7，你让我怎么办？后日子怎么过呀？我干什么？小鲜肉是吧？小鲜肉是吧？那我就写一篇论鲜肉的10种吃法。欢迎广大网友来舔屏，每天都会更新一种新的吃法哦，总有一款会让您流口水，么么哒。说到吃的，我还真的饿了。哇，一定很好吃吧。吃饭是带特效的，能不能像我一样优雅一点？好嫩滑，好 Q 弹，好多汁啊！果然是小鲜肉。喂，是银针又犯了吧？赶紧吃面，赶紧吃面。蒙过去，底线，底线，唐娜娜，你真的有病！不管了，先病一下再说吧。哎，你干什么？哦，你饿疯了！唐娜娜，再不交房子就给我搬出去！唐娜娜她不在家，待会儿我再转告她哈。你是谁？我早说嘛，这房子不准住两个人。
多住要多交钱。哦，这很奇怪，根本没有多住人啊，我是唐丹的第二个人格。哎，你好，我叫唐北北，真很高兴认识你。什么乱七八糟东南西北的，反正你给我记住了，周末前不交钱就滚蛋，我可不像我妈那么好说话。唐北北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要怎样了？就200块了，省着点用。哎呦，钱呢不是攒出来的，是赚出来的。你听一下，我上厕所。好的。您的卡片。谢谢。半铺吓成这样了的，你怎么开的车？没看我倒车入位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200，麻溜找个普通车位停上去。这个 VIP 我要了，别耽误泡妞。你疯了？200块，你干嘛？就你这破车，配叫 VIP？ 少在老子面前装酷，给你钱，滚！你牛逼啊！我们走。讨厌，吓死宝宝了啦。岁月里走过了蜿蜒，才
在取舍之间，人要走多远，错与对才学会分辨。就算我忘记全世界，也抹不去你嬉皮的笑脸。心中有信念，又何畏惧谎言？心中有挂念，又何必讲再见？看光阴跨过傲娇与偏见，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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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怎么了？对不起，现在是中午，我们已经打烊很久了，麻烦您得离场。哎呀，对了，这是找您的钱，还有发票。35,762。不管你是唐楠楠还是唐北北还是东南西北，不管你有几个人格，不交房租一起给我滚蛋。那怎么办啊？这样，这样把你东南西北几个人格一起叫出来，我们一起去办。你干嘛要买这么贵的沙发？要是这钱还在我卡里，我现在穿着就走了。赶紧停下来，停下来！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哎，哥们儿，包掉了，钱包去。钱，钱包去。哎呦，我的沙发，我的钱。楠楠的，哎，你再想一想哈，你有没有那种以防万一用的小金库，比方说私房储备什么的？有啊，啊，我有脂肪私房储备，要吗？特别多，多买多送。哎呦，这样，你有没有可能？哎，突然间忘记了，不知道时间放在哪里，时间太长了。你想，你赶快找出来，不找出来的话，就被老鼠给吃了。我身边最大的老鼠就是你呀、啊！你看你长得都跟老鼠一样。我要告诉你，我还有备用的私房钱的话，全部都给你霍霍了，怎么办？我有病啊！我傻呀、啊！陶楠楠，你挺没意思的。说实话，我根本看不上你这些破钱。我掏心掏肺对你，你就这么防着我，这朋友还怎么做呀？咱俩本来就没法做朋友。你看，像我这种攒钱攒好几年都不够你跳个楼泡个妞的人，有资格跟你这种富二代做朋友吗？这么长时间经历这么多事儿，我们什么关系了？你还跟我说这种屁话？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就是我管你吃管你住，还给你衣服穿。
你要觉得这样实在委屈的话，那你回家抱着你妈妈哭呀，过来赖着我干嘛？唐楠楠，我最讨厌现在这种态度。我妈有钱是我的错吗？打从一开始你对我就有偏见，不管我做什么，在眼里全是错的，全是搞砸的。我告诉你，我受够了。跟你说话呢，我受够了。还给我！你受够了是吧？我也受够了。反正你不可以是老脚和破烂，给我赶紧滚！好啊，唐楠楠，发现你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啊，觉得有油水可捞就把我留在这儿，觉得没有让我滚蛋，好啊，我滚啊，谁怕谁呀、啊？还给我！干什么？把我的儿子钱还给我。那你的二等奖。我要不是进不去家门，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啊？我告诉你，十个男人都不会要你的。是吧？带我去。金宇啊！哎，就这儿了。建军，老朱，老朱，建军，老朱，想死你了！你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我都找不着你，然后我只能在你家里等你。你知道没有？你我是怎么过的吗？吃不饱的，穿不暖的。恭喜你，终于摆脱那种生活了。太有性格了。唐楠楠，你去哪儿？你就在咱俩住今天。唐楠楠。这么好的妹子哪儿找的？有进步啊？妹子，这不爷们儿吗？唐楠楠，就他把我打到医院的。是他啊？没想到还挺漂亮。你确定他不是你的菜？不是。你也不想让他成为你的菜？啊？那太好了，我要了。小建军，他不可以。小建军，哎，你听我说。何建军，哎，你把衣服穿上，何建军，他不行、啊，何建军，钥匙，啊，可以。先生，我们修好了，那我们走了。是吧，楠楠，我一晚上把你的书都看完了，你的才华已经完全颠覆了你的外表。好你个萧剑君啊，
兄弟我吃货你跟着上肘子，你还真泡唐楠楠呀。哎，我觉得他比你说的好，还比你长得帅。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爱说实话，不会讨女孩欢心。你的签名真好看，字如其人。上车吧，请。谢谢。哎，安全第一，系上安全带。我自己系。不是我啊，真不是我，真不是我故意的，我昨天吃坏肚子了 ，sorry。子东，上编剧的，我把我的经历写成了微博，有不少人看，就被一个导演看中，后来就改编成了话剧。今天来的观众很多吗？其实没有，大多数都是赠票。啊？没关系，第一部戏嘛。但是我相信你。你相信什么呀，邵建军？干嘛呀？你怎么来了？我你好臭，你拉裤子了吧？那个建军啊，平常不都是夜店 KTV 范儿吗？今天怎么啊，看话剧文艺范儿了？兰兰是这部戏的编剧，她特意请我来的，怎么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话，我才不会过来看，耽误我时间。耽误你时间，你现在可以走。对不起，这是我的座位。我没有票。我有票的。不好意思，这位置是您的。我也得上台演个角色，预算不够，不好意思。哎，三长见。看那边窗子，那就是东方。美丽的鸡蛋就是太阳，我们在一起西红柿鸡蛋听起来就是一盘好菜。西红柿哦，你为什么要叫做西红柿呢？抛弃你的姓名吧，我愿意以我的高蛋白补偿你的遗憾。好，我再也不叫做西红柿了，重新命名叫做番茄。这台词有点鬼畜啊。你太小看唐楠楠了，一定会有更鬼畜的出现。等等，西红柿鸡蛋，你们不能在一起。被卡住了。
刺儿。天真的鸡蛋，你应该不知道吧？西红柿他风流浪荡，他在外面已经有了私生女，叫生女果。对不起。和鸡蛋，你和菜花也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为什么？你眼瞎了吗？你们俩分明是兄妹啊！老朱，不不，这都是阴谋！跟我离开这里！这简直是不好。我们这就坐上奶酪男爵的汉堡车辇，去寻找自由的午餐，去吧！不可能，放开我，你这个傻蛮子！快呀！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好，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楠楠，楠楠，那大马猴天生脑子就不好使，我就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我刚才就应该直接摔死在舞台上才对。我刚刚问过很多观众的意见了，他们都觉得这效果特别好。真的吗？真的没有人嘲讽我吗？那绝对的都是吹捧。那你在这等着，我去取车。嗯，好。传给你一只大色狼，我眼看着你被猪拱了。我想想，不就被猪拱着吗？放我下来！哎，你干嘛？啊！救命！救我！啊！你给我站住！来来来，松开松开！啊！站住！啊！真用了？不用找了。啊！不用找。谢谢阿姨，真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不喜欢他吗？不喜欢他你还跟我争，你这是极其幼稚的儿童心态。哦，奇怪哦，他又不是你的，为什么不能抢啊？看着别人手里拿块糖，自己明明不喜欢，非要抢过来舔舔。什么叫舔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个小破三轮能跑得过我的跑车吗？我跑不过呀，可是我躲得过。楠楠，楠楠，你这小姐人怎么回事啊？你们俩真把我当课堂，你们想舔就舔啊！你是不是傻了？你不用拿脑子想吗？我上一我都玩命了，你说因为什么啊？还不是因为我现在喜欢你。啊我脸，我脸没事吧？脑袋没事吧你？你们没事吧？楠楠。
我都半个小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他谁呀？喂，唐小姐，世界那么大，就让你意外撞上我们家江海的车了，费了不少心血吧？那只是意外。意外？北京8万平方公里，3000万人，400万辆车，就意外撞上你了。你可真够顽强的。我跟江海都结婚了，你还是不肯放过他。宋小姐，咱们把话说清楚，你是很有钱，但并不代表你有资格可以侮辱别人。你是不想说清楚？好，周五晚7点行宫酒店，有胆量就来。别说我没提醒你，穿正式点，我怕别人把你赶出去。走吧，美女。去哪儿？啊，我琢磨过了，镶了钻的剩女也不足以炫下那对狗男女的狗眼，所以呢，你需要找一个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脸上有颜、兜里有钱的优质男伴。嗯，说的对，那我去找夏曾经。那个，你骑驴找驴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没想到我们还是见面了。唐小姐，你再害怕我也用不着带两个保镖吧。两个？两个是什么？你好，我是朱侯，唐楠的男朋友。他就是爱开玩笑，我才是唐楠的男朋友。脚踏两条船，正好符合唐小姐的品行，是不是啊江海？方小姐，你太爱开玩笑了吧。他们俩都是我的追求者，这是男一号肖建军，这是男二号朱侯。50分钟之前我就过了，他在哪儿呢？啊，怎么就二号了？我是一。能不能别证？你们俩都是并列男一好吗？琪琪，这里有不少熟人，我们大家坐下说吧。好。男一男二，照顾好你们的女主角。小姨，我告诉你，我是一。能不能别说了？我是一，你这样我是一。那什么 ？Thank you。起来。笑死我了，唐小姐，你这身衣服是租来的吧？小心点儿，别蹭脏了，可就退不回去了。方小姐，我一直以为你只会盯着别人的男人，没想到你还盯着别人的衣服。江寒，我真替你担心啊，你老婆现在盯着我旁边这两个帅哥一直不放。男的说什么呢？年龄那么大，我也看不上。哎，你别这么说人家阿姨。阿姨虽然长得年轻，只像40多岁的人，但也到了清心寡欲的年纪了。说起来，阿姨你在哪儿打的胶原蛋白啊？效果这么好。胶原蛋白呢，可以用钱来买，但是青春呢，买不了了。所以在这儿，我要谢谢唐小姐，有你人生中最值钱的5年。把我们家江海呢，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准老公。5年时间，老江也付出不少啊，肾现在肯定是不行了吧？这一点，阿姨你肯定深有体会啊。其实想一想，18岁真的是最好的年龄。骑着单车的我，载着抱着一女婿的你，那种感觉应该毕生难忘吧，江海先生。是啊，18岁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好什么好呀？是。
么呢？哎，老姜，老姜，别在意啊。上门女婿不好当啊，受点气也是正常的。来，吃点胶原蛋白补一补，这个好啊，这个更好，这个补肾，多吃点。来，这个也好，来尝尝尝尝。是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帮土鳖！你们知道我这件皮件赚多少钱吗？你们卖肾的肾也买不起。老婆，你鼻子别得这么冷。江寒，这是两年前你留给我的10万块钱存折。你说你想要买一个心安，现在两年过去了，你心安了吗？虽然你现在有房有车，但你还有曾经的梦想和自尊吗？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那我祝你幸福，今天咱们俩两清了。拿这个钱补肾。我唐丹丹这一张终于可以翻篇了。 I never look back. Yeah. 今天特别好啊，你们等我，我去取车，带你们好好的 happy 一下，跳舞。去吧，这边等你，快点啊。我们走吧。真的好吗？怕什么？没关系。开车。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会儿特别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为了江海。哦，为了那个混蛋。他那个时候还不是混蛋，我们初中高中都是同学，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吧。后来我想要考大学，我姥姥为了给我攒够学费砸锅卖铁，他家里更穷，干脆就不让他上大学了。我舍不得他，于是我就把我所有学费都给他了。我现在想起来挺对不起我姥姥的。我骗我姥姥，我说我在北京上大学，其实我是在打工给江海挣生活费。我当过家教，发过小广告，摆过地摊，什么活都干过。不许提。把银行卡留下，把银行留下。我说你干什么呀？你这要碰瓷了，我得拿命赔的。谢谢小朋友。谢谢谢谢。有了好吃的我都会留给他，有了好的东西我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赶紧趁着吃吧，你穿太少了会感冒的。不用不用，围好了，围好了。 OK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回去吧回去吧。那你注意休息啊。拜拜拜拜拜拜。哎，你们吃吧。好吃吗？
我们本来已经约定好，等他毕业找到工作以后就供我上大学。好不容易熬到他大学毕业，他就遇到现在的江太太，一个煤老板的独生女。然后他就给我留下10万块钱的存折，跟我说对不起，就算是把欠我的钱加倍还给了我。没想到你有这么一个老土的爱情故事，我又多了一个鄙视你的理由了。你可别嘲笑我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事情的。我记得当年把这个故事写到网上的时候就引来了一大批共鸣，然后就有了很多粉丝，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成为了网络写手。后来我就发下誓要成为唐家三少唐七公子，走向人生巅峰，让江海后悔。没想到2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个唐楠楠。傻瓜，谁年轻时候没爱过几个人家呀？对错的人念念不忘，这不是放不过自己吗？啊？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谢你的三轮车，谢谢你的莽撞，谢谢你用自己都不太懂的道理来开导我，也谢谢你让江海彻底走出我的生活。不客气，你不也成功把默默从我内存中删除了吗？我们扯平了，别提好吗？内存清空了吧，把我存进去吧。傲娇、单纯、幼稚我都可以接受，但我就是接受不了我的男朋友记不住我的电话、我的生日和我们的每一个。我一定会记住的，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会是纪念日。你这本书的出版计划被推迟了，原因是我们要给你推新书。我还没有开始写新书，马主编。这本封面我们都给你设计完了。这本书不能出版，这本书是我随便写的，根本就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出版呢？这不是唐楠楠，现在网上最火的就是你这本书的同名话剧，连带着这本书也火了，现在已经预定出去10万册了，所以一定要出版。至于你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这是你另外一本新书的企划案，你也看一看吧。论鲜肉的10大产地，这都什么鬼啊？其实呢，就是一本游记。我给你1年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包吃包住包车马。那也就是我可以全世界游了是吗？谢谢马主编。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坐下回话。是。
打电话呢，我刚接到一份我梦想当中的工作，简直就是为我的梦想定制的。要去一年啊？要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好多好多地方，要看好多好多美景。楠楠，你知道我一直在设计一个 app， 我想自己创业，最近终于有了进展。可是如果启动的话，就要在北京待着。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你就乖乖在北京等我回来就好啦。只要一年的时间，很快就会回来的。啊，我舍不得你。好嘛，哎，我来电话了。喂，妈。楠楠，姥姥的情况都特别好，放心吧啊。真的？那她现在能看清东西吗？人现在有没有不舒服？楠楠。嗯，妈。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医生说，姥姥的眼睛还有别的并发症，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她就会彻底失明的。多注意休息。你姥姥天天都在念叨你。趁着她眼睛还能看见，你就赶紧回来让她好好看看你，啊。行了，我先挂了，我去照顾姥姥了。别着急啊，我们明天就回去看姥姥。朱侯，我从小是被我姥姥带大的，她为我牺牲太多，她连那个城镇都没有走出去过。我想带我姥姥去环游世界，我想在她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时候，带她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精彩。我必须要离开你一年了，对不起。楠楠，我陪你们一起出国，我来照顾你和姥姥。那你在北京的创业呢？如果现在离开了，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呢？啊？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创业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像我这种富二代，怎么可能啊？三分钟热度嘛。再说了，我妈那么有钱，下次再说呗。就这么定了，乖宝宝。先生，您知道小姐的主权号吗？好几天没出门了。
我走了，现在的我应该带着姥姥在岳阳的飞机上了，期待着即将开始的旅行，也忍受着与你分开的痛苦。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喜欢你傲娇任性孩子气，离开你是那么的痛苦，但是我还是要走了。那天你说创业对你来说只是三分钟热度，你知道吗？你撒谎的水平真的好差。你让江海走出了我的生活，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爱一个人放弃梦想，只会让自己失去自尊。诸侯，谢谢你愿意放弃创业来陪伴我和姥姥，但我不能变成第二个江海，用爱情的名义来剥夺你的未来，亲手葬送你的梦想。面对面说出这些话，会失去离开你的勇气。原谅我以这样自私的方式说再见。再见了，诸侯。一年之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们还能相逢，我希望是更好的唐楠楠，遇到了更坚强更独立的诸侯。我爱你。周总，我们在苹果应用商店和安卓应用商店下载排名都是第一位，本月下载数量超过第二名346万次，占有率超过了12.46%，最高活跃用户2356.46万，53.77%的用户有手机软件内购行为，利润上升12%。你的意思是我们赢了？嗯，写进报告里，飞机上我要看。周总，飞米兰的航班已经给您订好了，互联网大会的主办方安排了您在第二天的开发者论坛上做 keynote speech。 演讲稿我看了，不合格。可是我们已经来不及再改了。我自己写。妈，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看看这个刚成立一周年的互联网公司，为什么业绩会超过我20年的内衣公司呢？这只是开始，再过2年，我们公司的利润会超过你们整个集团的。那看来我就不用替你还信用卡了，还真有点小失落。总会有这一天的，你应该高兴啊。高兴？听说你在等一个女孩？对，我会一直等下去。 Both me and our company are very young indeed. Although youth is exactly what made China's economy fly. We are the speed of ChinaSo, before I finish this speech, I got one more thing to share with you all. Many people think our company is successful, but I just see that it's just the beginning. The future of China's market is way too beyond your imagination. I'll be waiting for you, dear.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for that. Mr. Zhu, your company really did great.Fantastic job for me. But I'm afraid that you're working more than 16 hours a day. I think you need to relax.
You can enjoy a trip here around. Verona is not far from here. And there is Juliet's and Romeo's house. Oh, really? You know, a friend of mine wrote a play based on them. And I love it. Sorry. So, are you going to the church? No, we are going to Giulietta's house. Today there is the famous event, Verona in Love. Marco, vieni! Ciao. Ciao. You can go to see it. Avanti pure, venite avanti. Benvenuti a Verona in Love, le cortine di Giulietta. Alana! I baci che vi date qui ve le ricorderete per tutta la vita.每一天我都在想你，我每天都努力的工作，不过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的梦想。你收不了男朋友，记不住你的电话、生日，还有纪念日，所以你看，我把它纹在手上了。如果有一天我出什么意外，右手没了，我还有左手。 这样，我永远都忘不了了。你呢？有忘记我吗？宝贝儿，去吧。
是怀念落魄里忽然来世天淌过了刻骨的岁月才明白爱在取舍之间不要走多远有些事在后知后觉就算我忘记全世界也抹不去你嬉皮的笑脸心中有信念又何畏惧谎言心中有挂念又何必讲再见看光阴似箭Si ripete il grande amore. È arrivata l'ora! Baciatevi!出来吧。吓死我了。谢谢阿师傅。不客气。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必须互相掩护。这个女人呐，很容易失去理智。所以这个男人啊，必须要学会忍耐。一句 Welcome back， 把心都打开，你会发现。